金金可以写方一点哦，因为刚才隔壁的墨写的比较跌宕，那可以趁机再写方硬一点。行，稍微有点扭转。好，然后往右下角做倾斜动作。喂，喂，喂，可以左重，慢慢的越来越轻，轻下来重的。喂，弦弦可以往左，让它上轻，轻下重。可以左大右长，还是可以写小一点。可念念念念，左边可以伸长，右边可以缩短，然后上轻下可以略。左可以左重，右轻，但是你可以趁机拉长。上可以写重，但是也可以写小。啊，就是说有时候重，但是不大；有时候轻反而大；有时候重很大，有时候轻很大。哎，所以都不一定啊。上。